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手，好久不见啊！今天我要去干一件大事，传递正能量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I feel nauseous, believe me.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. Had to work hard, struggle just to be me.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.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. And what was left over I put towards my dreaming.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, believe me.Into your hands a plan,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. And damn,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.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, convincingly un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. Don't be f***ing sour, take a cold shower. Scream until you're louder, work until you're prouder. And f*** all the doubters, they're just your downers. I swear to God they all let me down. I always fought just to wear the crown. I'm f***ing off at these f***ing clowns.就在那里，在那个过那个桥就到了，好吧？那个桥那边。哎，现在开一下过去嘛。哎。远吗？不远就我们走路了。就前面一点点，开过去，反正可以开嘛。嗯。哎，要不然提这些东西也不方便的。问一下嘛。在车上等一下啊，我去问一下。几步？要不我先去问一下孩子了，就前面那个，你在前面走吧。一二三。有你 ABD， 你好，有人在家，用本地方言跟他沟通一下。哎，你好。啊？好。他在睡午觉。现在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啊，终于拿到了这。这个地方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鹿港乡的。江背村啊，白石啊，这里也叫白石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和楼哥，还有楼哥的朋友一起过来啊。好认识啊！哇啊，你好，知名度很高啊！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惭愧啊！我到过上坛一次，是到过楼哥家那边，因为楼哥是上坛的。您就一个人在家里吗？我老爸不在。你老爸不在家里？不在。他去干嘛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吃了中饭吗？我。你中午吃了饭没有？上午不在。中午，嗯，没吃。中午没吃啊？嗯。你不饿吗？你什么？你这手是怎么回事啊？十九天，没事，不急，你慢慢说啊。我。你可以说土话，说本地话，我能听得懂。我2019年。嗯。我是。啊，19年的时候，我看你头上这里也开过刀，做过手术是吧？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就是突然间发生，就是突然间啊，突然间，对，发生一次啊，就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？啊，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？
浙江，在浙江，浙江啊。那个时候在那边打工吗？还是？我在柏林，在柏林。啊，柏林。在做柏林。做玻璃哦，做玻璃。对，玻璃割到的，突然间。在车上翻译，在这是一样的，在做去。做事的时候。对对，去车子睡觉，就在那。突然车子翻掉了，就在车子间睡觉，车上睡觉，哎，车子翻掉了，没翻，就是，这就属于这老，哦，突然就这样了，这样子，在车上睡觉，然后突然间就，就可能是昏迷了，是吧？然后就到医院，瞬间，所以我叫就说去医院，去医院，给我去看一下，让我出去去医院，去医院，十分钟，哦，没有了，反正还没在那里，就十分钟时间，什么都不见，什么都不见，对，十分钟，就是，你今年多大呀？35的呀。35。坐下，但是今天我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楼哥的，他出生在这边哈，他老家这边，然后今天跟楼哥还有楼哥的同学一块过来这边，好，因为楼哥也是一直致力于农村做正能量这一块的，然后今天有幸跟楼哥一起过来啊。看望一下这位也是不容易吧，只能说不容易啊，也其实看一下这家不容易的家庭，然后身后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哥家里的，大哥爸爸妈妈，爸爸60岁，妈妈好像55岁，妈妈55岁。今天来到王大哥家里，王大哥的爸爸妈妈没有在家。王大哥的爸爸今年60多岁，常年患有驼背，行动不便。母亲用王大哥本人的话来讲，就是不太聪明可能脑子不是很好。王大哥是由于4年前在浙江打工的路途中发生了脑溢血所幸性命得以保住，只是留下右半边身是无法自由活动，所以生活上经济上都没有经济收入。爸爸出去了哈，爸爸，你爸爸出去了。爸爸妈妈虽然再出去吃饭，做干活是上班，去干活了吧，家里还种田吗？就一亩田。现在一家三口相依为命，就一口田可能是口粮，指望着是吧，也是没法做什么。王大哥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零工赚了一点钱，艰难度日。他家里收入来源那有哪些？家里等于没有收入啊。你两兄弟是吧？还有弟弟是吧？我妹妹卖书呀，在市场在哪？在永，是在永丰。在。是在永丰。别的地方。就是这样吗？在六安。我叫六安。六安不是叫在六安？不是安徽吗？安徽六安。叫的比较远啊。路。慢的。六安，就是六安。坐哪里啊？有一个是将就是嫁到那边去了。六安。六安。他很远。很远，他平时也这么远的话，也不能照顾到你们。没办法呢。那家里就是你爸爸妈妈就这样啊，就我这样啊，三个人，对，那是真的是没有。
收入。哎呀，现在就我，你有啊，就我看一下，我就是的，就这样，看我妹妹。18年，这是大门、大厅、卧室啊，餐桌啊，然后这个楼梯上去二楼，那里面是一个卫生间，这里面是厨房啊，农村啊就是这样子，这边一个茶壶罩，这一块还是搞得蛮好，洗菜盆啊。也挺好的啊，然后还有液化气灶啊，电饭煲，看一下都吃些啥。这里面是中午吃的剩饭啊，不要他爸爸回来。大哥，你贵姓啊？姓王。姓王。嗯。啊。王大哥你好，然后我们这次来的话就是也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哈，也就是说因为楼哥对你可能也不，虽然说是这边的人，但是对你也不是十分的了解，我们来你家也不知道你家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帮助，就是您现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就是您在生活上面啊需要存在哪些困难？就是难怎么好说呢？是你身体上面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现在就是这种人，就是认识的。啊，就是这个手，不能活动。半边。哦，那半边，不方便活动。啊，那这半边就是还好是吧？那你平时生活方面，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吧？对，平时生活能够可以自理的哈，毕竟吃饭，就拿动那个分项，拿的拿分动啊，种好，我种好了，那平时你爸妈在家里可以，就是说也可以照顾你的生活，那就是我们还稍微放心一点啊。就是平时就是生活上比较困难一些啊，就经济上，经济上困难一些啊，经济上困难，因为你没收入来源，就是没有收入。差不多我们就回北京了啊，真的也是没干什么东西做错，涨了这么多钱吗？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自己要注意身体啊！那别让他给你帮我说一下。这里600块钱，算是我们几个的一点点心意，您收下啊！你也不容易啊！我们来一趟啊，帮不上你什么忙啊！您自己家里需要买什么的哈？是平时生活上需要开销的哈，就是也给到您哈。好了啊。我们就走了哈，保重好身体啊，祝你们一家哈，身体健康啊，生活上顺顺利利的啊，我们就走了啊，拜拜。我头已是沧桑，再多泪也无处讲，付出太多谁能安慰和体谅，自己就像风摇晃，哭也不出墙，这些年受过的伤都自己扛，回过头青春泛黄，我的爱又在何方，寂寞孤独吞噬我脆弱心房，人生苦辣都品尝，岁月总